他就没了。好，这个一般打下去就会死人嘛。假如他有粒子球，来发动墓地的梅林效果，再一个超量，耶、yeah, ，秀一波，再给你多一级，哦，帅帅帅，然后再发动效果，然后原来是部长。看来我平常时我待在跑跑那边待太久了。你是今天看我玩圣骑士然后进来啊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就之前就预告说你那天会开台的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开台你都不来啊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人在外面，我又没办法开手机、开电脑。哦，感觉可以耶，真的是可以，没错啊，可以啊，难得。又不是我哎。哎、欸，宇轩如果没开成的话，我就很尴尬。不过他这个明日香一定有，怎么可能都怪兽？不可能，明日香纯怪兽我没看过。超重就是，超重不会啊，超重还是可以用宇轩。哎、欸，结果是我，明日香我没看过，他没有后台的。哒哒哒，雷吉！哎呀，你要炸谁？你他妈要炸谁？你应该是要炸圣剑吧？哦，雨炫的，好，不要再开了。哦，他要超量四星的，四星超量 ，R 四超量，他是要召唤哪一只？应该，哎、欸、，R 四可以叫的很多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召唤超多的、啊，像沃普啊，嗯、那个双枪手啊，那个。哦哦，三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该不会要做三角啊？不可能吧？那是要做什么？下三角？哦，应该不会吧？三只都要用哎、欸。哦，还真的是下三角。哎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用后台右边的，哎，右边，右边。右边 ，nice， 乖，嗯，这么凶残，哎，乖乖乖，啊，我也就只能拿这张，来，打过来，让我吃这1300的伤害，没问题。哎，他不打，因为他知道打不死你啊。不是啊，知道打不死还是要打、啊。知道打不死还是要打、啊，还是要打、啊，为什么 打不死就不打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先别装。嗯，我是可以装到他身上，然后扣他攻击力的。没有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就直接那个直接用墓地里头那一张直接跳过吧。然后我先我还有后台，他有后台，知道后台是什么？锁链哦，哎呦！居然来这一招，哎，不过我完全爽赚，好吧？这样的话是 R 四超量，好，墓地开的 R 四超量可以啊。不过问题是 R 四的只有2000攻，有点麻烦。嗯，重点是我装备卡已经装上去了，这是一个小尴尬的问题哦。装备卡装上去这一跳，嗯，因为我就怕说下了然后被干扰。どうしようかな。这里啊，哎呦，来看我秀操作，秀操作。哎，惊不惊喜？嘿嘿，嘿嘿，是吧 ？Nice， 斯巴拉西。好，这句话是王妃吧？这个攻击力先来个攻击力，加攻的吧，然后发动效果，哎、欸，跳上来 ，nice， 有没有？是不是有用的知识增加了？可以啊，这一波有一点点小秀操作，来 ，R5 超量稳，有没有？加入你想要放五星的超那个欲望，强啊，子悠影。靠！我怕我三把剑，我真的会卡死自己。可是问题是，等一下他应该也没有东西可以对付你啊。嗯，
的话撞上去啊，随便拿干。好，发动效果，我发现 unit 一つ使い、効果発動、破壊。Nice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一个操作可以啊。算了。我小值效果哦，因为这张卡我没有在用啊，它是怎样？哦，不能战斗哦，原来是它的副作用。你能怎么做？来，哦，3800，哎呦，那他打不完没他，不影响啊。OK， 来，可以终结他了，哎呦，来，然后他降1500，1500，来打过去。然后还可以发动效果，我好像又可以再做那个 combo 可以啊，对，我把那个墓地的跳起来，然后发动那个效果，把那个 R5 的超量，对不对？然后送墓，然后又可以跳，然后 R5 超量的效果又可以再跳，我又可以三只满场，是不是？又可以三只满场，所以就是可以哦。为什么这么凶了？圣骑是可以哦，可惜还少了一个 Excalipa。我是觉得就是该怎么讲，因为毕竟如果你是用牌品的话，你一定会压缩到你放圣剑的空间了。哎呀，就放多一点啊，卡片都放多一点就好了。没有，你放太多的话，你要收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考虑到那个牌的数量啊。哎呦，一开始你就要出五星这么凶了。呀你妈呀，我真凶。然后王妃已经下去了，所以说陷阱卡也上来了。沙得这样，生日快乐。只能放一只二星妖刀，对啊，一只二星妖刀，然后五步和隐者都不能放。我是想要直接结束，想要直接结束回合。可以啊，你那个王妃装在那个莫德雷德，然后之后就可以结束。对啊，等等到他的回合的时候再把超亮，再超亮啊。不行哦，你只要限制二的话，你就只能限制二的卡类只能放两张，你不能说再放两张二星再塞一只眼神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子就变成三张限制了。哎呦，这个有点不妙啊，这个咒，他真的可能要指定老子啊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。捡个锁压压惊，捡个锁压压惊，他肯定是要弹我后台了，把弹两张怪兽了，你弹呐、可恶，至少先逼你发，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做一连串的 combo 了，骚操作，准备来教他怎么做人，这套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好玩啊，不错啊，有点烧脑就是了。哎呦，因为你张怪兽全程都在全程耍剑啊！来发动效果，雷的效果直接，超亮 ，nice， 你逃离，对，直接逃 ，nice， 烧，这个太烧了，二星变三吗？我不知道后来有在限二吗？看一下，来发动效果。移除一个超量素材破坏，碎碎碎，然后可以升招，我看一下哦，此卡从场上收入墓地的时候，又可以模仿墓地一个等级4以上，又可以再特殊召唤，好像不错呢，好像升招的话可以再触发它的效果，再特招
墓地一个四以上的，然后创造四以上，但加对啊，要那个二星的好像是限三哦。嗯，好，我先发动墓地的效果好了，来。没有啊，不是啊，问题是你五步影者，然后之后还有那个哦，磁卡召唤，它是只有通招才可以发动手上，特招的话是不行吗 ？OK， 通招好，我看你妈死的。好，磁卡装备死了 ，OK。来，基本上我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知火这一波应该就下去了。嗯，下去，下得好，下得妙。然后之后阿莱卡磁卡攻击位满1018的来攻击位对象，我这是2200，而且 OK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保个这一张好了，来。好，我们这里就直接打过去了。没有事情吧你？应该，我感觉操作上我还不熟哎、欸，这一套不知道有没有做错、啊。没事啊，你现在感觉好像还可以做更好，应该可以做更好吧？没有啊，这个就已经是最好了，这已经是最好了。是吗？听你敲敲大王的话，嗯，这已经是最好了。好，信你一回。真的是心。行くよ、パワーツール。俺たちの最高の俺のターンだ。来。モンスター、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行くぞ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手札から。強力魔法発動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頼むぞ。モンスター。话说你还没看鬼灭对不对？啊，我有空看就真的见鬼了。也是啊，你平常都在那边搞那个靠靠的，嗯，没办法。来一只咖喱棒。咖喱棒。对啊 ，X 咖喱棒就是让纸。装备怪兽有指定抗性啊！我在想，我要装场上还是装墓地？装墓地的话，我想一下啊，好像可以，反正无限用，应该是装墓地没错。然后要装中间的，哎、欸、，nice， 可以直接烫出六，完美。哎、欸，可以，等等可以随时抽样，完美啊，可以啊。真低招，嗯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滴滴滴，想啥呢？这个口兜里想啥？我、哦、不知火雨哦，哎、可能呐、啊，我没有玩不知火的啦，我没有遇到挂机的，不太会啦。家是玩不知火的呀，不知火要遇不、啊、天梯遇到挂机的很少见，很罕见，非常非常的罕见，尤其是月初啊，可惜我不能干扰。如果我是用排除平衡嘛，我现金卡就可以放那些有的 有一堆妖魔鬼怪，然后就可以来干扰。哦，我操，后后七星哦，还是你要等级啊？是不是？没有七星，哎、欸，可是七星也麻烦呢、欸，他那个非指定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要炸谁，好烦呢、欸。而且他一定会移除工资，他百分百会移除工资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他炸我就我不能逃离超量的，因为星数不同的、啊。啊，我不能逃离了。诶、欸、他用这张哦，哦，原来是用这张、哦。他公司应该是要扣子啊，扣子准备下一波、嗯。哇，好多后台。巴豆的，打过来啊！最怕的一步就是不知火啊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来，换我啦。那我教你怎么做人吧，小月。扣多利啊，小鸟啊。来来来，直接发动瞬间的效果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炸对？有没有炸对？好啊，炸出我。哎呦，炸出，没有炸到。可恶啊，没炸到。不过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嗯，没到大丈夫。嗯，其实武器。那个地方不要像梅林吧。如果要，嗯，来。OK， 官鸟小月，小子，你们不知道，你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没有，不是，这个真的有才啊！嗯，我们洗洛伊。嘿，看来他是真的要没有了。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先装皇后吗？不用啊。为什么要先装皇后？当然也是可以，打死他老也是可以的。跳桶不过不用啊。你看这三张，哎呦，带破还是回生命哪个呢？带破好了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破坏，然后发动效果，オーバーレンユニット一つ使い、効果発動，来破坏。哇，你就告诉我他要怎么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三个墓地都在挑魔圣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再秀操作，虽然我不知道这做对不对。对呀、啊，没错没错，对对对对对，来释放掉。哦啊，然后发动超亮的效果。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做，我刚直接打过去就好了，干嘛？这个只是单纯在秀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东西了。啊，就是单纯在秀啊，单纯在秀啊！哎，小孩子不要学。这个单纯在秀啊，就单纯只是在秀而已，没有什么。这是一个亏卡的秀，哎，不用学，哎，好像也没有。没有亏啦，没亏，而且我还可以再超亮，我还可以站街超亮，我还可以站街超亮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还可以站街超亮啊，没亏，不要投，不要投，拜托，不要投，不要，对手崩溃了啦，OK， 然后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秀，我还想要秀啊，哎、欸、等等，来秀操作，你不要突然投降啊。秀给各位看，打过去。可是我觉得一波他就没了。好，这个一般打下去就会死人嘛。假如他有粒子球，来发动墓地的梅林效果，再一个超亮，耶、yeah, ！秀一波，再给你多一级哦，帅！然后再发动效果，然后装备哦又回来了，哦哟。升级是可以啊，这次用那个全加工的直接刷分了吧，好帅哦，帅爆！但就操作哎、欸，可是我真的不熟，才玩机场而已。别啦，至少你已经知道怎么秀操作了。慢慢熟。还放双重旋风啊？还怎么不直接用个雨旋算了？没有，因为双重旋风哦，你要搭1800那个，对不对？可以效果哦，就是为了自炸的。有想法，不愧是靠王。没有啊，就已经是玩了快一年多的圣骑士的老玩家啦、啊。哦，原来是老司机。而且如果你要那个那一只五星的下来的话，你要至少要放那个莫德雷的，它才比较好下。你一说通关那一张吗？不是，是那个 UR 的那一张莫德雷的。有啊，我有放啊。有放，可是要放满三哦。因为放满三，它就跑不上。我是三没错。是三没错。哎呦，反制啊！哎呦，小冰鸟！哎呦，
什么时候学的小威那样？搞不好人家是玩博修斯的嘞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我再装一张。这个灾王也要去啊，等一下就有。他一定有啦，这个一定有。哦，又是哦，哦，两张都反制哦。可以啊，真的让你崩溃哦。快！你要开不开？没关系，一把圣剑不够，我们有第二把。没错。哇，不愧是灾王啊！两只来，第三张装备卡，他亏爆了，他亏到哭泣啊！他整个亏到哭了，他。空场，这个亏牌亏到亏到几倍？对，惨亏到哭了，太紧张，太紧张。